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0年，又是要松山站11:14的班是104，就南回线看南港的部用码子讲啊。有 TNU2025 的 TNU2026 部用码子讲单杠伙伴，104就南回线看南港的部用码子讲啊，在。双站是信号，真的超厉害的。124是进用北回线、南回线，然后10是进用南回线、三线，看好南港的不用码字号，有一个字就那。2025的TNU2026，就那，拜拜。等一下好，来，4011再见，两个字就能，拜拜。